欢迎大家收看由 Hunter Plus Active 赞助播出的《敢敢来挑战》，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Nikki。 今天的节目可说是非常精彩了，除了会带大家去看看大马的羽球头号选手男双和混双的练习情况之外，还会邀请他们来接受我们的挑战哦。到底是什么挑战呢？跟我一起去看看吧。Hello， 你们好啊。嗨，你们好。你们打羽球打得很出色，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对不对？那对于今天的练习来说，你们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主要是休息了，休息够就比较有精神。那你呢？今天练的比较多，所以比较累。不断的提升自己，把自己练得更好。那柳莹呢？我觉得是在训练上的一些坚持。其实啊，我觉得这些都不算你们今天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在后面哦，敢不敢来接受啊？没有问题。敢，放马过来吧。那我们去看看咯 ，Let's go。那这个挑战的方法非常简单，待会呢有两种饮料，一个是 Hunter Plus， 一个是 Hunter Black Active。So， 你们会先抛硬币，抛到字的那一方呢就要喝 Hunter Plus， 另外一方就要喝 Hunter Plus Active 咯。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了。挑战开始。柳莹挑战成功。那你觉得后娃的感觉是什么呢？跟男生比会不会有点亏本啊？觉得有一点吧，可是这个音可能我的没有气，所以可能更顺。我在慢慢享受它的味道吧。这是我第一次喝 Hunter Plus Active， 我觉得它蛮好喝，因为它没有气。虽然我挑战失败，但是 Hunter Plus 还是很好喝的。我给 Hunter Plus 的奖品送给你哦，恭喜你！谢谢。再次恭喜柳莹，这边有个 Hunter Plus 奖品送给你。哇！我的呢？下次喝开一点。